太帅了，一点都没有酷我们对他的期待。他的流线和他内侧的设计。我觉得这个如果把它做成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了。在这呢，我觉得自己到这儿还不错哎。一脚背小薇，帮我找一下两年前在上海看时装秀的照片。帮我写一份 party 的邀请函。帮我生成一份思维导图。帮我写份周报。小薇，交给你了。好的。